恒基兆业地产致力发展绿色建筑，融入环保概念，加入创新元素，用心为大众构建绿色及宜居的社区。King Hill 这个项目在亚太区房地产大奖，获得香港最佳高层住宅发展项目最高的五星大奖，更是香港第一个获得中国健康建筑设计认证三星级最高评级的住宅项目。这个认证强调建筑物要满足七个健康环境的范畴和指标。市区发展项目往往是一个改善旧区、创造更环保健康社区环境的契机，配合我们对环境和社会的承诺，透过这个项目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减少使用木材是项目首个节材环保目标。以这个项目来计，使用铝模板代替传统的木模板，已经减少使用几千块木板。香港位处于亚热带地区，全年雨量丰富，考虑到水资源的珍贵，项目设有雨水回收系统，会将平台所收集到的雨水过滤后重新使用。今个项目加入了以往只会在甲级商业项目才会设置的天气树，会实时监测温度、湿度、室外空气质素、雨量、风速、风向，透过智能家居系统适时建议用户打开窗帘享受自然光。幕墙用了双层隔热玻璃，隔热之余更可以阻隔紫外光，既健康又环保。为了减低感染的风险，设计团队打造了全程无接触智慧通道，住户由大厦门口到单位楼层，全程无需接触任何公用设备，就可以安心回到屋企。智能家居 App 还有很多功能，例如接驳了刚才提过的天气树之外，亦可以连接物联网控制室内冷气、灯光，住户亦都可以用个 App 开信箱，睇到大厦通告同埋预订会所设施，充分将智慧融入生活。结合崭新影像科技 ，Immersive 360是一套沉浸式投影系统，可以营造360度视像环境，还会享受洗涤心灵的空间，好好享受自己的 me time。 项目将展示多种艺术品收藏，希望为住户带来精神享受。除了身心健康，当然不少得是锻炼身体的设施，里面还有一些由可持续森林生产的实木器材。单位墙身采用静味油漆，而浴室就选用了意大利进口的银离子防菌地砖，以银离子抗菌技术提供长效保护。在规划阶段，设计团队就已经发现附近街道相对狭窄，于是就将发展项目往后移，改善社区环境。而会所的户外区亦设有垂直绿化和水池，减低热岛效应，降低附近环境温度。项目亦有进行电脑模拟流体动力计算，确保新大厦起了之后，附近的空气可以更加流通，改善尾气候环境。